就是请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我深知我是可怜的罪人，真熬行歹，无办法行好。总是当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靠无你的话，因为我相信，读到你的话，会当清洗我的性命，会当清洗教会。只是恳求信心，亲自运行伫我的中间，开我每一个人的目睭，无让我的罪惹盖我去听到真理的声，也求主软化，让我有一个受教的心。就阮听了了后，阮会当愿意来回应。互今仔日的传讲，无论是讲的甲听的，拢会当平平伫你的面前，得到主你的引带甲祝福。祈祷未堪的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一开始安尼讲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。”我唔知道，当你听到这句话时，有甚么款的感想？刚才有人会感觉真安慰，讲：“啊，咱的主真正捌伫地面上生活过，知影世间的境况，也知咱人会软弱。”刚才也有人读到这句话时，会伫心内讲：“主啊！”实在是安尼。现主时的你有可能，就是因为看到咱这个信仰团体中间有侪侪让人摔倒的事，你到你真失望。到一个程度，你甚至也会怀疑，是毋是我家己的信仰无够好啊？太好这的事来困扰我，甚至你会亲像耶稣的门徒同款，想要对主求讲讲，主啊！求你加添我的信心。是，任何一个听信仰团体中间无同款背景的人，要做伙生活，要做伙做工，实在是无简单。伫主耶稣当时，迄、那个十二个使徒所组成的信仰团体是安尼。伫今仔日，咱这个超越一千人所组成的信仰团体，相连教会。我相信搁啊是安尼，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听起来，刚是主耶稣伫教是伊的学生，伫一个信仰团体中间，咱就怎样做伙生活、做伙做工的道理。不过当我进一步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发现这段经文不只是安尼，让我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新的认识的。是我注意到《路加福音》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主题，也是你伫读《路加福音》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的一个概念，就是魔鬼、撒旦这种的语言。《路加福音》书的作者一开始就将这个主题表明出来。伫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有安尼记载讲，当主耶稣要出来传福音的进程。在旷野四十天，在更加祈祷的时候，受魔鬼的试探。事实上，不只是主耶稣本身是魔鬼所要攻击的对象，连主耶稣所呼召的那个十二个学生，也是魔鬼所要攻击的对象。圣经有这样讲，有一次，当主耶稣跟他的三学生三个做伙的时候，主耶稣突然间对伊个学生彼得安尼讲：“西门，西门啊，你看撒旦不爱要得着恁，不过我有为着你祈祷，互你无失去信心。”面对犹大出卖主，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安怎写的？伊讲：“撒旦入去迄个犹大的心内。”伊是十二个使徒的一个，伊去甲祭司头参详，看要用什么方法将耶稣出卖给因。阁有一届，当主耶稣差遣七十个学生，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因发现因所做福音事工是遐尼有效果。因倒转来时真欢喜，甲主讲：“伊讲主啊，我奉你的名。”
连鬼都服从我。主耶稣应一句话真趣味，主讲：我有看去，我有看去，撒旦亲像神啊，对天顶下落来。甚至伫主耶稣伊个传道生涯到煞落尾时，当伊看到这石头带这个兵丁要来掠伊个时，耶稣安尼讲：黑暗的掌管啊！会当讲。罗马福音书的作者通过这种魔鬼、撒旦、黑暗的语言，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心核，是主耶稣对一开始出来传福音就清楚明白说，他所面对的是一种黑暗的权势，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属灵的竞争。不只是主耶稣本身是撒旦所要攻击的对象，甚至连遐个来信耶稣、要来跟随耶稣、要服侍上帝的人，也是魔鬼要攻击的对象。撒旦用尽各种的办法，要来抵挡、破坏、攻击、引诱基督徒，要让咱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要让咱失落对上帝遐来领受的调命，要让上帝的计划来受阻挡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如果从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《路加福音》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放伫这种的背景、神学背景来看的时，你就会发现，伫遮主耶稣所教导的，毋是只有伫教是伊的学生要怎样一个信仰团体中间，大家来做伙生活做工的道理，不只是安尼。事实上，主耶稣伫遮。是要帮助伊的学生明白一项事，就是要信耶稣、跟随耶稣、服侍主、做主的工，因所面对的是一种属灵的竞争，并且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的中间，在教示因，要怎样做，才会当在这个属灵的竞争中间，会当徛在来得胜。一开始，主耶稣对伊的门徒安尼讲。引起人犯罪的事一定有。安尼，咱要问的是，这十二个使徒敢有拄到什么款的试探，甚至得到因来跋倒犯罪吗？有。路加福音书中间记载两摆，十二个使徒因伫起冤家，伫吵什么？伫冤家什么？因伫冤家讲。在这个团体中间，谁比较大啦？谁就爱听谁的话？不但安尼，你若读路加福音的时，你会发现，主耶稣在教导的中间一再地提醒伊的学生，要小心禁止对因的引诱，因为耶稣清楚知，禁止本身是一种的关系，若无小心处理。伊会取代人上帝伫人生命中的地位，会成做人的上帝来拜伊。事实上，咱也看去，十二个使徒中间确实有人陷落伫金钱的引诱来跋倒来犯罪，甚至为着金钱来出卖主。讲到这的时，检测咱会感觉真好理解，啥事才会十二个使徒变甲安尼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特别当咱来回想当初主耶稣呼召因的时，圣经怎样写？圣经讲，因马上放下一切所有的吼，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，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。因当初相信，我来信主。跟随主、服侍主是一世人中间上有意义、上重要、上好的事，甚至愿意放下一切因所有的，离开因的老爸老母来跟随主。那是安尼时，啥事因犹原会陷落伫这种金钱的试探，会陷落伫这种关系的竞争的中间呢？我相信。上帝当初对这些十二个学生的呼召，的确是无错误的。我也相信，
当初这十二个学生回应耶稣时的呼召，那种的迫切、决志，也是真实、是诚恳的。不过，行在这条奉献、信仰的道路的顶面，咱看去，门徒常常面对一个问题：生命的问题。什么样的问题？旧的我、老我的问题。什么是旧的我、老我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还没让上帝完全掌管、完全改变的我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的生命如何让上帝来掌管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如何让上帝来改变，就这个老我、旧的我就无发挥的所在。咱人的自私、贪心、骄傲、批评、论断、讲白话、妄道等等，会当讲，拢是因为老我、旧的我的问题。咱若常常伫遮个生命中间，还未完全予上帝掌管、改变的所在。也就是咱人性黑暗、软弱的所在，陷落伫撒旦的试探中间，甚至来跋倒，互歹较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基督徒的心爱是一种属灵的竞争，是旧的我甲新的我的对抗，是属肉体的甲属肉体、属性情的对抗。是一种黑暗和光明中间的对抗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这些信上帝、跟随耶稣要来服侍上帝的人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属灵的竞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，我们有没有清楚知道，我们这些上帝救赎受上帝呼召服侍上帝的人，就是撒旦想要攻击的对象。为什么？因为若是基督徒跌倒了，咱就无办法用这个世间做好的见证传福音。如果教会的宗旨同工跌倒了，就会失去服侍的气力，教会就没办法受造就。如果一位传教者牧师跌倒了，所影响的就是一间教会。有时这款的速度是比咱出去传福音、带人信主是搁较紧的。这礼拜，阮台湾神学院嘛庆祝台湾神学院设校140周年。马凯博士伫140周年之前来到台湾来设立这个神学院。在拜里，阮所举办的140周年活动的中间，我听见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伫安尼分享讲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即马伫北部的教势是愈来愈退步。伫过去，每三位基督徒中间就一位是长老教会的信徒，毋过伫今仔日，六位基督徒的中间则有一位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。若是讲台北市，搁较少，九位基督徒中间，才有一位是长老教会的信徒。换句话讲，咱长老教会伫北部的教势愈来愈退步，会友有可能离开教会，或者是出走甲别个教派去，去参加别教派的聚会。当然，造成这个原因有真多。不过我自己在反省、在思考的中间，我看过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在过去这几年以来，在北部的很多教会都一直不太好。有教会同工因为意见不合来起冤家，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。也有教会的长执传教者受到金钱的引诱来跌倒，甚至为着中会、总会管理的竞争来道尽讲白贼话，这拢造成长老教会真大的损害，互上帝恩光得袂到，也互侪侪的信徒因为安尼来跌倒离开教会。当然，咱也看去，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
长老教会也付出真大的代价，就是伫不理解的中间，上帝已经无要将灵魂交予咱啦。伫不理解的中间，长老教会已经失去传福音的使命甲困难。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在受上帝救赎、受上帝呼召、做主工的人，所面对的是一种属灵的征战。2000年前，耶稣迄个信仰团体是安尼，今仔日犹原同款。伫国外是安尼，伫台湾也是同款。安尼，咱要问的是，咱要怎样做，才会当伫这个属灵的征战中间来徛在来得胜呢？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，主耶稣提醒门徒三项事。第一项事伫第三节，主耶稣安尼讲：恁家己着警醒，恁家己着警醒，咱家己着警醒。当主耶稣安尼讲的时，其实主耶稣特别指的是基督。路加福音书会当讲是四本福音书中间记载耶稣基督上侪的一本册。你读路加福音的时，你会发现主耶稣常常伫基督，伫天还未曝光之前，也还是伊一天的事工做了了后，主耶稣总是会一个人退到旷野，也是山顶去基督。特别是你读路加福音的时，你会发现，当主耶稣伫面对真重要的决定的时，伊会先退到一个所在去祈祷。好比讲，伊要紧调十二位学生的进程；好比讲，伊要面对十字架这款苦路的进程，耶稣拢去祈祷。主耶稣不但伊家己安尼做，伊也常常提醒伊的学生，甲因讲。要祈祷，才袂陷入试探。有一摆，主耶稣看伊的学生无抓祈祷最要紧的时，主耶稣甚至用真严格的口气，责备因安怎讲。主耶稣对因讲：“恁是安怎的困啊？恁是安怎的困啊？起来祈祷，才袂陷入试探。”为什么主耶稣看祈祷最要紧？因为主耶稣亲在，因的团队事工所面对的是一种属灵的征战，因所面对的是背后迄个黑暗的权势。若毋是通过祈祷，常常亲近上帝，来到上帝面前，保守咱的心伫上帝面前，咱真容易来受魔鬼的试探。伫1980年代，捌写过一条。大家都很爱唱的赞美的诗歌，敬拜主的这个牧师杰克海福德牧师，这首诗歌是敬拜主，敬拜全能的主，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于他。杰克海福德牧师写这首诗歌的作者，伊把家己分享一个见证。伊分享讲，有一摆，伊甲伊个女秘书伫伊个办公室伫讨论教会事工个时，突然间有一个真无好个念头对伊个头壳闪过去。当伊个秘书离开伊个办公室了后，杰克海福德牧师马上做一项事，就是提起伊个电话，敲电话予伊个一位真好个同工。也是一位传教士，佮分享伊拄啊家己面对的试探，爱这位同工来替伊祈祷。这位同工就伫伫电话的中间，带杰克海福德牧师祈祷。杰克海福德牧师后来伊安尼见证讲，伊讲，若是有一只鸟啊飞过，的确唔通予伊伫你的头壳顶做鸟啊巢。任何的试探。也未过两个基督徒同心的祈祷。主耶稣也提醒咱遮个跟随伊的人，讲：恁家己着警醒，着祈祷，
才袂陷落伫试探。这是亚过属灵的征战的第一个闭关。第二项书，主耶稣继续讲，伫第三节的后半段，主讲：你的兄弟姊妹若犯罪，就甲伊责备；伊若悔改，就甲伊赦免。这是伫讲什么？这是伫讲，咱遮的平平受上帝呼召、服侍上帝人，咱对彼此的信用有一份的责任。如果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人较软弱，甚至来跋倒犯罪，咱的确唔通就放回去，咱就该苛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敬掉咱每一个人，拯救咱每一个人，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拢有一个精髓的计划。咱每一个人在上帝救恩的计划中间，拢是真重要的，一个人都不能缺。如果有一个人跌倒，上帝国度就减一个；如果有一个人跌倒，做上帝工的人就减一个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也因为安尼，主耶稣讲，恁着彼此苛刻啦。如果咱中间有人犯罪，就该责备、该苛刻；伊若悔改，咱就该赦免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请问，现处是伫咱这个信仰团体中间，是毋是有人需要你对伊的苛刻，通乎伊会当倒转到上帝面前，重新去面对上帝的救恩，以及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呼召甲使命。责备这个原文，伊的意思是指啥物？伊是讲用一种真坦白，并且温柔的方式。哦，各位兄弟爱听好清楚吼，听到责备，咱拢感觉讲哇，爱歹死累累吼，唔是吼。责备的原文是爱用一种真坦白、坦诚，吼、哦，真坦白并且温柔的方式，来让一个人讲起伊倒位唔对。这种的苛刻，这种的责备，唔是出自歹意，嘛唔是出自妄图，也唔是要让对方感觉真见笑。不是，这种的苛刻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着将伊对方的心会当活倒转到上帝的面前，重新去面对上帝在伊生命中所存真水的心味甲呼召啦。这是第二项事，咱兄弟姊妹要彼此相苛刻，这是让咱这个信仰团体会当赢过属灵征战。第二个很重要的闭关，安尼第三个闭关是啥物？第三行书主耶稣继续讲：，若有人一日得罪你七拜，七拜拢倒转来，甲你讲，我悔改啦，你嘛拢着该赦免。这里在讲啥物？伊讲咱不止原谅对方、赦免对方一拜，一拜无够，要不停的赦免，吼、哦。无停止来下互相下面，互相悔改，互相下面，这是一个信仰团体伫属灵征战中间会当徛在的一个第三的闭关。讲到这的是检菜，值得咱思考的是，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强调下面伫一个信仰团体中间是这么重要？为什么？因为主亲在，咱对抗的是迄个背后黑暗的权势。既然是安尼，咱的确唔通用人的黑气来竞争。那是按照人的黑气，咱受人伤害的时，咱就想要伤害倒转去。不过主讲，因为咱面对的是黑暗的权势，不能用血气来征战啊。唔通用黑暗来对抗黑暗，就用光明来对抗黑暗。这是基督教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信仰的心法。不要用黑暗来对抗黑暗，要用光明来对抗黑暗。也因为安尼，主耶稣讲，恁着彼此赦免。安尼，什么是赦免？你若读圣经的时，你会发现，其实
下面的原文有两个字，两个字意思拢无同款。第一个字，那是按照翻译是讲放手、放开啦，不再指责，你无个拒绝，无个处罚的意思。这也是咱常常咱的口劝别人讲啊，刷刷去啦，卖藏伫心内啦，放刷啦，互伊袂记啦。这是第一个字。不过主耶稣较常用的不是这个字。当主耶稣在讲下面的时，他用的是第二个字。第二个字若是按照主字来翻译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赏赐恩典，赏赐恩典。他说牧师啊，下面怎么是赏赐恩典？他所指的下面是指一种主动的付出，就是当对方也不愿承认他的歹，对方不愿承认他的错误的进程，你已经愿意赦免他了。甚至因为这样，这种的赦免有时会真痛，是会受苦的，因为对方也不承认他的歹，对方也不承认他的行为是不对的，不过你愿意收拾稳定给他。这款主动的下面，真实的下面，是主耶稣常常用的一个字。真正的下面是会疼的，真正的下面是爱受苦的，真正的下面是一种让人稳定，是一种的礼物。事实上，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件不是就是主耶稣对咱每一个人心中所做的事吗？圣经怎样讲？圣经讲，独独当咱还阁是罪人的时，耶稣基督已经为咱来死。上帝一听，就伫遮恩咱显明啦。我再说一次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你跟我们说，在我们不知道要悔改，在我们不愿意悔改之前，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了。主耶稣已经为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哇，主会说，通过这种疼跟牺牲的行为，主耶稣有一个真心的心意是什么？期待通过他这种的疼跟受苦，会让我们的心受感化，让我们的心受感化了后，我们会愿意倒转到主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恳求上帝的赦免。通过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他也为我们指出一个属灵进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什么？如果罪带来人跟人信用团体的破坏跟分裂，对疼所发出的赦免要带来一个信用团体新的创造跟合一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因为罪带来一个信仰团体的破坏与分裂，由上帝的爱所发出的真实的赦免，要重新创造一个信仰团体，为信仰团体带来合一。今天魔鬼最怕的是怕什么？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上帝、服侍上帝、军队主的人，我们站做伙啦。我们越三听越合一，上帝的恩光越得不到的时，魔鬼最怕的就是这个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三项事，尽心祈祷，互相苦劝，彼此赦免，是主耶稣教示遐个要来跟随伊的人，怎样伫这个属灵征战中间会当徛在的方法。听到这的时，检查咱的心，会亲像当时的门徒同款，咱心中有一个疑问啊，咱就想要问上帝讲，上帝啊！安尼，我兼家己做会到。我信心这么软弱，
我要怎样？我敢有可能伫这个属灵的竞争的中间，我会当徛在，我会当得胜。当初的门徒嘛是安尼想，甚至当所以当因听完主耶稣的教示了后，门徒安怎甲主讲？第五节，伊讲：主啊，求你加添阮的信心，求你加添阮的信心。主耶稣的回答真趣味。主耶稣有时候你读圣经，感觉好像耶稣是鸡同鸭讲吼。伊讲主啊，求你加添我的信心。主耶稣安怎回答？主讲，你若有亲像挂菜籽遐尼大的信心，甲这丛桑啊树讲，连根拔起来，去栽伫海里，迄丛树嘛会服从恁。这是讲什么？事实上，当主耶稣安尼回答的时，主耶稣伫指出门徒错误的想法。门徒俩做工，自己信心不够，没有自信，我信心不够，我做不到，我的信心这么小。主耶稣说错了，恁自己的信心大甲小不是重点，倒一种信心才是重点。不是恁自己的信心，不是咱自己的信心，是上帝所赐的信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有了解这个意思无？不是咱自己的信心，信心的大小不是对咱来，是上帝所赐的信心。然后主耶稣用桑栽树、桑树来做譬如做说明。桑栽树在当时犹太人的理解中间是一个根性足强的树，伊的根会当伫地里活600年久。换句话讲，你若要移动一丛桑栽树是真困难的。主要说用这个桑栽树的比如，所要表达的是门徒太小看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信心啦。门徒太小看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信心啦。在这个属灵的竞争中间，咱不是挖靠自己的信心，不是，咱是靠上帝所给咱的信心。咱所靠的上帝是大有气力的，在伊无未成一事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台湾天路教会的复兴要对倒开始。今仔日双连教会的复兴要对倒开始。明年，咱的教会就要庆祝设教100周年。我深深体会，今仔日台湾天路教会若要复兴，就爱对一群基督徒清楚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明白咱所面对的是一种属灵的竞争，就对这来开始。今仔日的台湾长老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？今仔日双连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？双连教会咱所需要的是，咱这的服上帝呼召、跟随上帝、服侍上帝的人，愿意过一摆日子伫上帝面前。日子什么？就是在这个属灵的竞争的中间，咱决意无阁用人的血气来竞争，就依靠上帝来竞争。今仔日双连教会需要的是，有一群人看到这种属灵竞争的困难，愿意阁一摆甲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无要依靠人的血气来竞争。我要挖靠上帝的气力来进前，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保护咱在座的每一位。这是我伫主的面前，伫今仔日伫上帝面前，深深的恳求甲祈祷。我恳求什么？恳求上帝保护咱在座今仔日坐伫遮的每一位。伫这个属灵的进前中间，咱会当靠住德行到有存。面对这款的属灵的竞争，主耶稣嘛教示咱讲，咱要常常警醒，常常祈祷，因为魔鬼四围伫行，
要找出会当吞食的人。不过各位兄弟姊妹，唔通因为安尼来丧胆，唔通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知咱所信的上帝是至尊，咱也深知伊会保守咱所交托伊的。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间，嘛爱记的，咱的确唔是孤单的。双联教会有这么多的信徒，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不是单打独斗，不是孤单的。咱这比比属上帝敬掉兄弟姊妹，咱就彼此鼓手，彼此苦劝，彼此下面。咱每一个人对别人的信用，拢应该有一份的责任。愿上帝保守咱双联教会今仔日坐伫遮的每一位信徒，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中间，无一个人失落。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回应上帝，在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所存迄个真水的心意。色素有一天咱跋倒。或者是现出时，有兄弟姊妹，你已经伫跋倒，陷落伫撒旦的试探的中间。无事今仔日嘛要勉励你，毋通自我放弃啦。就会记得，主耶稣犹原听你，主耶稣要赦免你。每一摆当咱愿意身心悔改伫主耶稣面前的时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要遮盖咱每一个人一切的罪过。伫主耶稣是一个稳定的中间，有够压的稳定，予咱每一个人会当搁一摆对跋倒的所在勇敢爬起来。咱会当勇敢搁一摆爬起来，我靠耶稣基督的稳定。继续向前行，来完成上帝当初救赎咱、拣召咱、爱咱去完成的使命。我真盼望，直到迄一天，当咱每一个人要甲主当头对面的时，今仔日咱坐伫遮的在座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听去主耶稣对咱每一个人安尼讲。你是我好过真重的萝卜，你会当入来，甲我三脚坐倒。你是我好过真重的萝卜，你会当入来，甲我三脚坐倒。抱这个愿望，我们一起努力向前走吧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，阿门。